是我们检验人员的，今天星期六也是来加班，因为我们实在是太多的零件需要来检验了。啊，我们这个检验人员正在进行紧张的核对工作，啊，包括箱体外、箱体内表面的处理都检查的非常仔细，啊，和对我们这个图纸来进行逐一的审核。设计，啊，到我们这个组装，包括我们接线，都是我们。